你好，林检哦，做个吹气测试哦。好，然后那个面罩拿起来哈，我们朝这边吹气哦。你说我们先到旁边来哈，然后车子请先起火。等一下我们要做个酒测哈，那你稍等一下。那你身上有带任何证件吗？就没有。钱包你有带吗？没有。都没有这样子。Hello。林检配合一下哦。好 ，OK， 晚安。帮我吹气一下。OK， 等等等，你淋到旁边一点哦。先帮我熄火一下哦。熄火了。你们乘客有几人？四人。你刚刚检测器有那个酒精值，什么时候有饮酒？没有，我都一个小时之前在朋友那边聊天呢、啊。聊天哦。喝茶。那我要跟你做酒测哦。好 ，OK。这个全新的水杯啦哈，我还是会提供给你。好 okay, 啊，谢谢，麻烦帮我漱个口啦，或是把它吞掉也没问题。告知你一下酒驾权利啦哈，如果是那个0.17以下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罚啦。好啊，0.18到0.24的话会开单扣车。哦啊，如果是0.25以上的话，会有触犯公共危险罪。好，再麻烦你触犯公共危险罪啦。